我得赶紧过去，谢谢啊。我们遭受了未知小区做个见证和传播，我们遭受了未知权力的强迫和流氓式的对待。我们是长乐路339弄小区以及陕西南路186弄188弄小区的居民，望听到看到的朋友们帮忙发声，停止相关部门权力。第一，市政府政策不支持居委会及相关人员对我们小区的一线居民和封闭小区的行为。第二，居委会及湖南路接待等相关部门人员，那我们说的还是讲道理的事情啊，对不对啊？行为必须停止。低风险地区必须停止私自封围栏，限制居民复工复产的行为。第三，小区阳性患者送至封闭楼宇，再以后其他的楼宇不予合作制。小区风险级别必须听从市政府对高、中、低风险区域的号召。刚才有消息说南丽湖上海来了一车人，不知道干嘛的。如果我们有问题，请为我们发声，谢谢。好。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九不准，防止疫情防控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的政策。没有任何理由，不是因为案件，是什么案件？现在我们不是单单只看一下是什么情况。负责。老年人是这样，他都不站出来就没希望了，知道吗？他监狱能关10万个人，关不了100万个人，知道吗？